欧洲风情，碧水相依，绿树环绕，面向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园。这里是美林别墅。上海浦东新区的美林别墅地属上海三林世博概念区，工程由上海汤姆房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11340平方米，共有109幢欧式别墅，仿原生态森林溪流景观围绕其中。别墅以全租赁形式推向市场，其主要业主对象为浦东新区及张江、金桥、陆家嘴等地的外资企业及外资高级管理人员。美林别墅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三林城南块西区东部，基地北临三林路，东临杨高南路，南侧为永泰路，西侧为环林东路，交通便捷。美林别墅建筑设计主要采用欧美经典风格小别墅房型，别墅外观设计追求色彩淡雅清秀，立面简约，所有别墅及材料均系美国原装进口，是目前国内已建成最大的全木结构别墅小区。别墅内部设有完全的生活起居配置，其良好的私密性以及最佳的舒适性是传统砖混结构无法比拟的。园区整体规划设计努力塑造高品位的居住环境，园区集中绿化率达20.98%，容积率仅为0.279%，秉承了起承转合的规划理念，利用数条绿脉一弯七箭，将区内11组别墅建筑群落、5个景点及独特豪华的会所串联成一个和谐统一的群体，充分利用了原有地形，设计建造清水溪流、石岸、卵石步道等，最大限度地塑造了现代都市中融别墅与自然生态之中的理想生活空间。美林别墅是一个面向成功外籍人士的居住租赁项目，在园区管理上突出了21世纪智能化管理和以人为本的特色。每幢别墅预留宽带网接口和独立的遥控车库配置。配有家庭报警及自动抄表系统，小区内全天候红外线以及摄像监控安保系统，车辆出入口自动监控系统确保了小区内的住户的居家安全，超前智能安防系统及卫星电视均已到位。此外，美林别墅内还设有私人会所、游泳池等娱乐设施，美式管家物业管理更可为住户提供24小时的贴心服务。高贵的气质，深邃的内涵，集欧洲大陆的豪迈与浪漫于一身，入住美林，尽享舒适与尊贵。